我这羊立柱，两米长的立柱，先把这个片儿打到这个立柱上。这个片儿有两种，一种是两个眼的，一种是一个眼的。这是外遮阳立柱，外遮阳立柱，然后是一个5×5的方管，下面有两个眼，然后再加两颗螺丝。这个外遮阳立柱连的直接和这个外遮阳立柱底托用螺丝上紧就行。螺丝穿进去，然后把螺丝压紧。这个上遮阳立柱就上好了，把螺丝拧紧。这个外遮阳的连接，先把这个架子连好，连好以后上连杆，连杆用那个直角坎。还是用直角打在这个角上。绕绕坎儿，还让你瞧看呢。这中上，直接打上。打的时间，这个面儿一定要齐，这个面儿要照齐。这个骨架已经连好，然后外遮阳立柱。把外遮阳那个骨架上去以后就可以拉那个外遮阳和那个膜了。外遮阳最上面还有一个连杆，外遮阳推杆连接，然后磁条推杆把这个拉木线绑上，绑通木线。上那个推杆导杆，拉外遮阳，先把网拉上。拉的时间在那个托木线的中间。哎呀，哎，咱俩自己来，给我顺一下。